大家好，我是 Robert， 今次我就同大家介绍一间眼镜店啊。眼镜店都是新开，而且有成5000尺咁大添啊。咁大嘅眼镜店里面眼镜框嘅款式有成过万款，而且佢哋仲明码实价，价钱都是非常之透明噶。全场最平嘅眼镜镜片加镜框只需要68蚊，而且喺呢度配任何嘅眼镜啊，都有太阳眼镜送啊，真系非常之实惠。如果想配进口大牌镜片，最低只是3折起，他们的验眼设备都是非常之先进，全部都是由日本进口的。最厉害就是他们可以验到白内障、眼底、视网膜、黄斑和青光眼。好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了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大家都可以免费订阅 Casual Walker 的频道支持我们，感谢大家支持。首先我就讲下点样去啦，我哋可以喺福田口岸站乘坐4号线，坐2个站就会去到会展中心站。嚟到会展中心站咧，我哋就喺 E 出口出站。行到过嚟 E 出口咧，前边就会见到一条楼梯，咁我哋就上楼梯。我哋就上楼梯，一直行上到嚟咧，就左转，一直行到尾，行到尾见到扶手电梯，右转上去。咁咧就过咗玻璃门之后咧，左转一直行前多少少，就会见到金鐘環大廈的入口。好快我們就走到金鐘環商務大廈的地下，那我們就進去大堂搭升降機上37樓。大堂旁邊就有內設的茶，那我們直接就走進去搭升降機。大家來到的時候記住找回部升降機可以上到37樓的。我們上到37樓就找一間叫做益品眼鏡，都是新開業的，就在前面那裡。嚟到呢間鋪頭裏面咧，地方都係非常之大嘅。過到嚟益品眼鏡嘅門口咧，都見到佢哋有好多啱啱做好嘅眼鏡。喺嚟嚟呢度配眼鏡咧，都係非常之受歡迎。因為呢度新開業啊，所以咧呢度嘅裝修都係非常之新。見到佢哋嘅眼鏡款式都係非常之多啊，有斯斯文文翻工戴嘅眼鏡啦。我 Robert 平時都成日去旅行啊，咁咧嚟呢度揀翻副太陽眼鏡都唔錯啊。而且呢度小朋友眼鏡都有好多選擇，而且仲有好多顏色。估唔到去呢度咧都有好多進口嘅眼鏡框嘅，例如 Ray-Ban 啦，同埋 Oakley 啦。而家見到呢啲咧都係進口嘅眼鏡框，成間店咧都係有5000尺咁大嘅喎，屬呢啲個眼鏡工廠店嚟㗎啦。佢哋嘅眼鏡框咧主打一副都係批發價，咁例如依家見到嗰啲咧都係工廠價，原價398蚊，咁特價依家佢哋呢啲眼鏡框都係賣緊99蚊。你以為99蚊最平咩？唔係喎，呢度仲有38蚊嘅眼鏡框喎，而且款式都幾靚，選擇都有好多。呢度嘅眼鏡框都有過萬款啊，而且品牌都係非常之多。呢度都係主打明碼實價，所有價錢咧都展示咗出嚟嘅。過嚟呢度揀眼鏡框咧，價格都係相當之透明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嘅要求慢慢睇、慢慢揀。見到佢哋嘅驗眼器材咧，都係好先進嘅喎。呢啲驗眼器材都係由日本進口。而且佢哋仲有呢個眼底照相機啊，仲可以驗埋白內障啦，同埋眼裏面有咩問題嘅。佢哋都有駐場嘅高級驗光師啊，咁見到佢哋嘅驗光師咧，都有20幾年嘅經驗咁多嘅喎。咁樣嚟到呢度配眼鏡，更加會有信心嘅保證啦。佢哋都好注重衛生，喺驗眼之前咧，驗光師都會同機器進行消毒。好，下把放到這個高上。而家我哋見到呢部咧就係眼底照相機啊！呢部照相機都係好先進嘅，佢能夠驗到白內障啦、眼底、視網膜、黃斑、青光眼等等。正視前方，正視前方綠色十字燈。整個過程都好快，好快就可以檢查到眼睛嘅情況。檢查完之後就會打印一份報告。檢查完之後咧，呢份報告會即時打印出嚟。報告出咗嚟之後咧，視光師就會好細心、好詳細咁同我哋解釋眼部嘅情況。好，
这样看第一行清吗？清楚。跟住就進行下一步的驗眼程序啦。視光師就會不斷問我哋唔同嘅問題，最後就會配製一副臨時嘅眼鏡俾我哋試下。第二行可以嗎？可以。第二行第一個。是這個。第二個。我哋驗完眼之後就需要選擇鏡片同埋鏡框。店裡面都設有幾間嘅驗光室嘅喎，如果多人嘅時候咧，都唔使排隊啊。嚟呢度驗眼都係免費㗎，而且仲可以打印一份報告。Topcon 嘅驗光機都係由日本進口嘅設備。老闆啊，我啱啱驗完眼咧，我想問一下咧，啱啱驗咗200度啊，咁如果200度咧，有咩眼鏡介紹我呢？啊，你是200度對吧？係啊係啊。好，200度的話，來您看這邊。係。我们现在有一款 1.56 非球面防蓝光的镜片，0到300度以内呢，可以68元一副。哇，68蚊咁平啊，咁几抵喎！咁如果我想拣啲有变色嘅眼镜呢？也有变色的。如果需要变色的话，我建议你用我们这一款1.56非球面防蓝光变色镜片。仲有变色添啊？对，而且是防蓝光的变色。防蓝光。然后0到300度的话是168元一副。哦，有防蓝光变色都系卖紧168蚊啫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个还是包括镜框的。呢个仲系包埋镜框嘅价格添啊！系啊，啱啱同老板倾紧偈啊，就嚟咗几个客人喺度上嚟配眼镜啦。老板啊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呢度有冇进口嘅镜片啊？有的，我们店现在有法国伊斯路镜片，对，还有日本豪雅镜片，豪雅，对，还有德国卡尔蔡司镜片，蔡司镜片，对，这些都是国际品牌的镜片。明白，明白。咁咧，依家呢啲进口镜片有冇做紧节做紧活动啊？有的，我们现在这些国际品牌镜片都是三折起，三折起，对，哦，依家做紧三折都几抵喎，呢啲進口大牌鏡片而家做緊三折啊，真係好優惠喎！佢哋嘅眼鏡店咧都有各大品牌嘅授權嘅喎，咁例如開雅啦、蔡司同埋法國嘅伊士魯。老闆啊，我啱啱揀完鏡框同埋鏡片啊，咁咧，我最快可以幾時攞到眼鏡啊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你选的这个是我们的库存镜片，我们最快30分钟就可以拿眼镜了。啊，30分钟咁快，咁我转头落去食个饭就可以攞到噶咯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而且你吃完饭回来拿眼镜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赠送一个太阳镜，整个上下这整个都是。咁正，仲有太阳镜送添。对，老板头先话咧，如果嚟呢度配眼镜啊，任何一副眼镜就可以任拣一副太阳眼镜噶啦。而且太阳眼镜款式都系几多，望落去都几靓仔嘅。老板，点解你哋咁有效率可以咁快攞到眼镜嘅？因为我们在自己店里设有加工车间的，所以说最快30分钟就可以拿眼镜了。哦，原来系咁。店里面都设有工厂啊，呢啲全部都系进口嘅加工设备。喺眼镜店里面咧，都设有一个休息厅嘅，就系前面呢一度啊，见到啦，呢度都放咗啲梳化啦，坐喺度都好舒服嘅。咁有水果摆喺度俾客人食噶啦，另外呢度仲有茶水啊，见到有个雪柜啦，有汽水同埋有水。如果汽水唔啱饮，另外呢度都有咖啡同埋茶提供。啱啱就食完饭啦，翻嚟攞眼镜啊，老板啊，我想问一下咧，我副眼镜做好未啊？哦，帅哥，你的眼镜做好了，来，这是你的眼镜。好，唔该你。好，咁咧，我攞到翻屋企，眼镜有问题咁点啊？这个你可以放心，帅哥，只要是在我们一品眼镜配出去的所有眼镜。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，3个月内都是免费包换，而且眼镜呢是终身免费维修，这个你放心。咁即系好啦，咁我之后就无后顾之忧啦。最后我就觉得益品眼镜咧地方非常之大，有成5000尺大嘅眼镜工厂店啊，眼镜框嘅款式都系非常之多啊，最平嘅镜片加镜框只需要68蚊，各大进口品牌嘅镜片低至3折起，性价比都系非常之高。嚟呢度配任何一副嘅眼镜啊，仲有太阳眼镜送添啊！呢度嘅驻场验光师都系好有经验，大家嚟到配眼镜嘅时候咁就更加放心啦。好，今次就介绍到呢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请订阅、赞好和分享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